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高校组小组赛 C 组第六场比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主席李玉，很荣幸为大家主持本场比赛。本届赛事由新华报业集团、中共建业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建业区委员会、君和青年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交汇点：南京君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华语辩论网协办。2019年10月，第十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正式启动，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556所高校报名参赛，在世界各地的30个赛区展开了上千场赛事的角逐，最终32支队伍脱颖而出，走到了今天决赛的现场。今天他们将如何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如何唇枪舌剑、突出重围？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天的交锋中占据上风、更进一步？请随我一起关注比赛，胜负稍后见分晓。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各位评委。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赖长生老师、马蒙老师。张家鹏老师、彭黎老师、陈凌月老师，欢迎各位评委老师的到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句摘自《增广贤文》。命里无时，往往指的是客观条件判断下成功概率较低，或者经过多次努力依旧希望渺茫。有人说，这其中蕴含了浓烈的宿命论的气息，是对命运的妥协，是懦弱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生存哲理。执念于命中注定得不到的东西，只会钻牛角尖，要学会放下。所以，命里无时到底要不要强求，还请辩手们为我们做出解答。本场比赛的辩题是。命里无时莫强求，还是命里无时要强求？今天的正方是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选手们，他们的观点是“命里无时莫强求”。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海纳百川，曲则行愿。大家好，正方一辩，中国海洋大学立想。正方二辩李帅，各位晚上好。正方三辩，志宗元，各位晚上好。正方四辩王一冰，仅代表中国海洋大学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感谢正方。今天的反方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选手，他们的观点是“命里无时要强求”。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反方一辩王学明，反方二辩连金红，反方三辩高策，反方四辩崔德芳，携我方三位辩友，代表北京大学学生辩论协会问候在场各位，大家晚上好。再次感谢双方队伍的到来。比赛开始前，提醒各位发言辩手注意时间提示，避免超时发言。出其不意，方可攻其不备。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采用均和赛制。每个大环节结束时，我将询问双方是否采用奇袭，如不采用，则向我编辑发送不奇袭；如选择奇袭，则编辑发送奇袭。均和赛制具体规则如下：比赛中，双方各有一次使用奇袭的机会。奇袭方式分为两种：申论与质询。首先申请奇袭的一方拥有优先选择权，剩余一方只能采用另一方式。奇袭环节申论时间为2分钟，质询时间为2分30秒。质询方派出任一名辩手发言，被质询方全程只能派出一名辩手作答。若两方同时申请奇袭，将由我公布赛前双方队伍向工作人员发送的数字，两数之和为奇数，由正方优先选择；为偶数，则由反方优先选择。我们马上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开篇立论。首先由正方一辩阐述正方观点，时间为3分30秒，有请。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如果人生中的某件事情，你在穷尽方法、反复尝试之后，仍然毫无进展，你是否会陷入旷日持久的迷茫与自我怀疑？我方觉得，
对于那部分信念坚定、决定抱着逆天改命的心态坚定前行，或是那部分风险厌恶者已然决定不再强求，我们双方今天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对于那部分还在感到迷茫的人，面对此时此刻客观条件下成功概率极低的事情，我方认为不应该再抱着求之不得、誓不罢休的心态，而是要听从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劝告，寻求其他的适合自己的道路。首先，强求的心态会更容易给我们带来急躁焦虑的心情。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急躁型心理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人的某种需求得不到或很难得到满足而引起的。而在命里无时的语境下，继续强求更易形成这种环境，滋生急躁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孔子云：“欲速则不达。”回顾近代中国，自1927年南昌起义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然而其中有很多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受挫后，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开进敌人控制较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日后发展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的特色的革命方法论形成了。假想在多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失败之后，革命者仍然凭着满腔愤恨与复仇的冲动强求攻打城市，最终只会损失更多的有生力量。当我们选择强求时，我们无比渴望最后的成功，难以接受一时的失败。这种心态不允许我们耐心等待。韩信面对寡不敌众的戚陵，选择了忍一时胯下之辱，不强求尊严。而当西楚霸王放弃乌江边的那只渡船，选择带28骑强战汉军，给后人留下的只有叹息扼腕。其次，秉持着命里无时莫强求的态度，可以打破社会为当代人框定的发展枷锁，寻求个体的解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社会对于个人的职业选择、发展道路有了优劣的评判，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就告诉学生一定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只有学习差、没出息的人才会去读职业学校。在大学的时候告诉学生一定要去考研或者考公，毕业直接工作学历太低。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倡导下，许多人不去思考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究竟是否适合自己，而是一味的跟风涌入。这种现象带来的是高考考研的压力逐年增大，夸张的录取比例更是让很多人感到了迷茫与焦虑。某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录取比例显示，2021年报考近2万人，最终只有不足2000人成功上岸，许多人始终是那个陪跑者。此时如果我们秉持着一份命里无时莫强求的态度，在看到自身与目标的差异后，果断地让自己尽快从这片内卷的土壤中走出，去寻求其他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无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命里无时莫强求教给我们那份释然内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那种社会为我们设定的那层就应该那样、那样才是对的枷锁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自我认同、自我发展，进一步探求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综上所述，我方坚定认为命里无时莫强求。谢谢。感谢正方一辩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3分30秒，有请。喂，主席您好，我先测试一下麦克风，请问听得清晰吗？哦，可以听见。好的，那我发言即计时。谢主席，各位好。面对命运，双方秉持不同的态度，要强求是要对抗命运继续追求，莫强求则是顺从命运，学会放下。落实到具体事件的话，是该进该退、该战该逃，还要视情况的综合考量，很难给出统一的价值判定。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比较呢？这种情况之下，辩题的背景就至关重要。人在何时会感叹命运？中国社科院哲学学者董江阳就指出，命观念直接应付着个体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啊，生命里无时莫强求，并非一句面对日常生活不如意时的吐槽，而是身处人生极大困境时的灵魂追问。它绝对不会有当事人容易的切换赛道，或者顺利的降低路标，亦或者像对方口中所说的忍一时，这样恐怕配不上命运慨叹的分量。明确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身处命运之思的人，表层问题是外在具体问题的成功概率，但深层则指向两大根本困境：第一，人生意义困局，和第二，社会结构问题。面对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我方认为要保持对抗命运的态度才更可取，论证如下：第一，
对抗命运的态度更有助于打破人生意义困局，从而构成人生意义的基石。凯坎命运的人不但遇到客观的外在阻碍，还会面临心中的意义困局。例如，喜欢的事情不擅长，擅长的事情却不喜欢。再如，随波逐流时，我们总忍不住喊出要做自己的口号。但在真正面临选择的岔路口，我们又缺乏抛弃外界认可的勇气。哲学家的书籍其实不难买到，但总会发现懂了那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意味着，一方面追求意义是人的本能，但另一方面追求不到意义又看似是人生的宿命。面对追求人生意义这种小概率成功却能够构成生命基石的事件，绕道而行只能够注定浑浑噩噩。对抗命运，只是追求方有一线生机。退一步来讲，哪怕在强求之后，也是一种枉然。但强求的过程本身就会完成意义的建构，强求意义的人生旅程才会完成人生意义的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研究发现，目标感很强的人群会高度投入工作，生理上比其他成年人更健康，心理上也比他们更积极、更幸福、更满足。第二，在社会层面，命运的叙事权经常被强势群体所掌控，对抗命运更有可能改变弱势群体被欺压的结构性问题。你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其实它并非单纯的客观存在，而很有可能是一种社会主流话语叙事。中共苍梧地区发展史一书就指出，地主阶级便是通过鼓吹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思想来打压农民。可怕的是，这种话语叙事会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像古代时候，女性一出生便被告知三从四德。面对这样的命里无时，秉持我方的态度，才可以对抗命运叙事，拒绝屈从。能力有限者可以保持个人清醒，能力强大者可以组织社会运动。因为有活得平等的渴望，甘地以势单力薄的力气，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抗。马丁·路德·金大声喊出"我有一个梦想"，改变了黑人注定为奴的命运。对于彼时的我们来说，自由、尊严、平等都是我们人基本的权利，而不是命里注定得不到的。综上，我方得证，感谢。感谢反方辩手的精彩发言。请问双方是否采用奇袭？请以私信我的方式示意，在双方发送奇袭和不奇袭的这段时间，提醒一下各位辩手，在做笔记或者是看，看一些稿子的同时，不要低头，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自己的坐姿，因为在转播画面中可能会，人物会消失。好，正方可以麻烦发送一下奇袭或者不奇袭。反方采用奇袭，请问使用哪种方式？有请正方辩手首先进行申论，申论时间为2分钟，有请。主席您哦，不好，好请意思。问是正方还是反方？不好意思，是反方，有请反方辩手进行申论，请工作人员调整计时器，有请。大家好，这个辩题里面有一个强求的强字，所以它很容易让人误解，说你这个强字是不是本身带有某种手段上的激进，就像正方所理解的那样的。可是我们回到这个辩题的语境，它是两种对称观念的推出，一种是命里无时莫强求，而另一边是要强求，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这个手段上的分别，而在于对于命运的这个强，它指的是对抗还是顺从，是这样的区别。所以题解也告诉我们，正方说的是要放下，而反方说的是要对抗命运。而这个强本身并不意味着正方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那个速字。回到正方第一个论点的语境，我们可以意识到啊，其实在他方这个通篇的语境里说的事情都是，哎，我们也好像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哪怕看上去那么的难，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要学会用方式方法。那我好奇的地方是，我方要追求就没有方式方法吗？所以双方的差异根本不在于方式方法的优劣。
第二个论点，他们说，哎，说内卷这个事情不太好。可是各位啊，我方恰恰要说的是这件事，内卷的时代告诉你什么？努力奋斗是打工人的命啊，这就是你的命。你要想好日子，你就得这样工作。可是我们恰恰是不信这种命的人，我们是要对抗这种命运的人。好，回到一个核心的分歧，正方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寻求其他道路；第二种，释然和内省。这句话听上去超棒，对不对，各位？可是我方想指出的是，这个超棒的解决方案背后存在的巨大困境。您说我在一条道路上走不通了，我换一条道路。可是那条道路，如果你不喜欢呢？你换了之后又失败了呢？您说我要释然和内省，你告诉自己要释然，可是实际上你做不到呢？这就是我方说的，在这个辩题表面困境的背后，有一个深层的困境。如果命中注定我们找不好到的，人生时的间到。意义，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好的，感谢。经过双方辩手的第一次交锋，我们都已经对正反双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认识。让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环节——驳论。首先有请反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为2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刚刚我方三辩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方今天的立场是要强求不要放弃，但不要放弃不等同于我要欲速则不达。我也可以脚踏实地去做。举两个例子，孙中山他对抗封建王朝的时候，他要强求了，可是他没有策划吗？他也有。所以我方的立场当中也可以脚踏实地。您方的第二个论点是废掉的了，而您方的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说，要莫强求的人他心里会更加畅快。但我方的三辩刚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质问你。你放弃了你毕生所爱的梦想，你不难过吗？你不会心里更难受吗？你方没有给我任何的实证，为什么你方心里会更加快乐？那我方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当中，对4万人的调查当中发现，努力的人跟放弃的人，努力的人他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感。而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回避不擅长工作的受访者，他的幸福感是远低于那些敢于迎接困难的人的。所以在心理幸福感层面而言，您方没有给出我方实证，而我方比您方了。往下，您方的第三个论调很有趣。您方说，要突破社会的规范，所以你就等同于你要莫强求。可是很奇怪哈，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告诉我们说，命里无时莫强求是一套压迫人民的方式，它怎么变成是一个？要您方要突破的话，那你怎么又可以用回这一套话语范式呢？而今天资本家告诉你说，哎，你去996，他告诉你的是什么？命里有钱，你赶紧去努力。可是我方想告诉你的东西是资本家骗你的，命里有什么谁知道啊？我们不要相信他们，我们相信自己的内心，我们爱干什么去干什么，这才叫突破社会的框架，要强求，不要相信命。而今天这道辩题，其实坦白讲，像我方三辩讲的，达到核心的一个问题叫做：你要不要去追求你有意义的人生？我方有实证数据告诉你们说，针对2.5万人的数据调查，有64%的人他觉得这一辈子好，没有感意义。谢反你方二要辩的强发求言。吗？谢谢。感谢反方二辩的发言。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同样为2分钟，有请。好，谢谢主席。刚刚对方辩友说，今天我们双方的态度是对抗和顺从命运的区别。可是我方发现，他方赋予我方顺从的语境。可是我方觉得，除了我对抗我现在的命运以外，我还有一种选择，叫做选择其他命运的活的方式。如果我不做一个医生，我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这本身也是在对命运关键抉择时刻的选择。所以，我方未必就是一味顺从。来看他方论点，他方第一点告诉我们，今天对抗命运找到了一种人生的意义。可是这个人生的意义是外界赋予的，正如我方提出来的，在项羽乌江吻别的例子当中，渔夫，我方站在渔夫的视角告诉你，你不必在意一时的得失，你完全可以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可是项羽为了他当时一生执念，他告诉大家的是，我今天为了要战胜，我不战则死，所以他吻别乌江。站在他的视角，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和后人。正方觉得，反方觉得它是一种悲壮美。可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对项羽的是惋惜的态度。如果他能够审时度势的感觉，选一条道路，而不是执着于自己的命运，是不是这种人生意义更值得我们提倡？对方没有比较。第二层，对方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叫社会群体的弱势群体的结构；第二叫社会结构性问题。我方一条条解。第一，弱势群体，我方举一个例子，比如。
最美教师张桂梅，她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回家赎难，来帮助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我方给出的语境是什么？你不能单靠个人的努力去填补这种社会的问题，而是应该通过社会福利的完善。换句话讲，个人牺牲了全部的生命，可能换来的是一点点利益，而我方从全局的角度同样能达到利好。第二点，对方讲现在有一些主流的话语体系，叫做有一些人告诉你你要996，你能获得钱，不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奋斗着，奋斗着，发现我们的身体被透支了，而我的钱没有拿到。这个时候，我才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怀疑吗？如果像反方所构架的话语体系，大家外界告诉我这是我的命，那我凭什么认定这是我的命呢？是不是因为我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怀疑，才有我今天的双好，方的感质疑，谢所以正我方二肮脏辩的的破发坏言。社会的结构？下面由正反双方二辩进行对辩，时间各为1分30秒，双方二辩交替发言，一方发言时，另一方无权打断，由正方先开始，有请。好，先请教您方社会结构性问题。外界的声音告诉我996是我的命，那我个人觉得996是不是我的命呢？如果你觉得996是你的命，你很喜欢的话，那我就觉得你就继续的在互联网当中工作。如果你喜欢的是其他事情，那就不要，你就勇敢去追求，这叫突破命，这叫要强求。我方想请问您方，您方说你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怎么选？比如说，我方给你举例子的，比如说我现在的目标是我要去攻打城市，我觉得只有攻打城市才能获得我的命运的成功。而是这个时候发现了战略的错误，这个时候我要选择其他方，是我方开解。不是，你方在这个资产家的理论上出现了矛盾，你方告诉我外界觉得这是996是我的命，可是我自己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好像越努力越挣不到更多的钱，是不是我意识到了它不是我的命，才能够突破我的局限？那你就换种方法，而不叫做你不要去追求你自己内心所爱，你这是方法论的上的差异。您方说你可以换一个跑道，你明明很喜欢大城市，但你要强迫自己去过一个农村的生活。休斯顿大学的心理研究告诉我们说，你要强迫一个人放弃自己的道路，选择其他道路，你会更多，会是很困难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反而会有更多不良的情绪。您方认可吗？不是，我方不是简单的换一条道路。今天人生的命运不是只做一个抉择就够了，人生的命运当中很有做出很多改变命运的抉择。我方说的是，今天道路的选择很关键的影响到了你命运的抉择，不单单是方法论的问题。大家聊您方的感受的问题。如果您方设定的目标和自己的努力之间有落差感，您方这种落差感和幸福感怎么比较？我方觉得，我方举出的例子是实证数据告诉你，你努力，你获得幸福感更多，你放弃，你幸福感更少。幸福感比较刚刚比完了，所以我总结我刚刚说的东西。对方说他要换个跑道，但换个跑道强迫自己喜欢上其他东西，这明显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您方偏要做，这不就是你要强迫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吗？坦白讲不是。如果今天996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件非常难以突破的事情，我完全可以换一个兴趣，不必参与内卷的过程当中。所以幸福感，您方是讲今天越努力越幸福，越放弃越不幸福。可是我举例子好了，今天在大山当中，如果有1000个人一起考出大山，只有一个人考上，剩下的999个人都是幸福的，您方的论证是？对，这是我方想跟你说的。您方说项羽他的奋斗最后失败了，所以他就不幸福，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你确定？是，我方是讲站在局外人的视角下，我们更希望他不要做项羽，而是要做刘邦这样的人。那我刚刚的例子是讲，今天只有一个成功者成功，那剩下的人，您方如何论证到更幸福？感谢。所以我方跟他方最大的差别是，我们觉得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心理学家保罗的研究也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取决于自己的目标。您方让项羽去追求他人的目标，你说这对他更好？他应该会更痛苦吧？要他放弃自己的国家，所以我方想告诉你的东西很简单。人生的意义这件事情上，你要强求，因为那是你毕生挚爱，你不能放弃。以上，谢谢。好的，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下面请问正方是否采用奇袭？下面进入奇袭质询环节，质询时间为2分30秒，质询方可派任意辩手进行，但中途不得进行更换。被质询方可派任意名辩手作答，且不可任意换人，质询方可任意时刻打断被质询方，被质询方不得反问。有请正方。测试一下麦克风，请问可以听到吗？不好意思，麻烦大家稍微暂停一下，请反方一辩开启您的摄像头。我们正方可以稍微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反方一辩。好。两三个说的肯定是。
三哥，三哥，那我们把这个先听我说一下。这边麻烦反方一辩开启一下摄像头，感谢。主席您好，我们是由我来，就是反方三辩来接质询，我们的一辩现。反方一辩，您现在网。有请正方。好，发言即继续开始。对方辩友你好，我们觉你觉得你方觉得命理无实是什么？就是客观，就是多次尝试发现成功率很低。嗯，所以今天我方命理无实莫强求，代不代表我方今天不尝试、不努力、什么也不做？那是事前的，事前你可以努力。当你发现他命理无的时候，你要选择学会放下。就是齐姐给您的立场，我希望您能坚持他。没有问题，我方很坚持，所以说在事前我方也是有努力去尝试过的，没有问题吧？事前的尝试和辩题无关。没关系，你无关，具体为什么无关，你方可以论证，但至少我方今天不是不努力的一方，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你方今天另一个定义，关于命理无实定义叫做客观环境，你方觉得今天的客观环境包括什么？我没有听明白您说的客观环境指的我方的哪一个点？是这样的，没有指您方的点，我们再谈一个，先聊一个定义问题，慢慢来好了，就是。提姐告诉我们，通过客观环境判断成功率较低。你方今天举的这个客观环境具体指的是什么？哦，这个提姐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客观概率较低，另一个多次尝试却没有成功。而我方认为，所以回答我的问题，你方觉得客观环境指的是什么？客观环境可以包括：第一，它做起来难度比较大；第二，会有人告诉你这是命。这样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共同决定了这个客观环境。你方觉得有没有问题？它可能是客观环境的一部分。好，我不没关系。那我们方先问到这里，没关系。关于命理无实定义问题，我们先问到这里，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你方觉得今天我方命理无实莫强求之后，我方代不代表什么也不去做了？你方要学会放下，在这个赛道上要放下。是是是。你不能告诉我说换个方式方法也没关系。我在这个赛道上放下没有任何问题。我今天想做钢琴家、音乐家，我不做了。我可不可以去做别的职业？啊，非常好，非常好，这是可以。但是您不能告诉我说，您从攻击城市到攻击农村，这个叫放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个东西我们可以稍后再聊。至少我方今天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再来，为什么今天您方觉得我强求命里无时，我要强求的东西一定是我自己所喜欢的？它是我想要的，代不代表它一定是我喜欢的？我的理解是，通常来说，想要是喜欢的一种表现。举个例子，今天我的父母告诉我说，今天觉得律师这个行业非常好，非常挣钱，觉得你去学法律吧。然后我听从了父母的建议，我确实觉得好像是很前途光明，然后我选择了。可代不代表我真的内心去喜欢这个行业？未必吧。我的理解，您听我说吗？没关系，所以稍后可以解释，好吧？时间到这里 ，OK， 先到这里。好的，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短兵相接之后，让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质询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四辩。本环节提问方与答辩方合计用时2分30秒，质询方可以任意打断。被质询方被打断后，仍有完整表述当前回答的5秒保护时间，超过5秒则应立即停止。被质询方不得反问。有请正方。对方辩友你好，请问可以听到吗？我可以听到，请问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那发言即继续开始。我们接着刚才问题继续往下问啊，对方辩友，还是那句话，您方为什么觉得今天我强求的一定是我喜欢的？就拿你律师那个例子来说，你自己不是也说你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前途，然后你我觉得他有前途，能挣很多钱，代不代表我今天我把钱作为我判断我喜欢与否的标准，代不代表我一定喜欢这个事业？如果你不喜欢钱，那你觉得钱多对你有什么意义吗？所以还是你喜欢钱，所以你才觉得钱多是好事啊。前提是我的父母去，或者说外界的压力强迫，或者说迫使我去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不代表我一定喜欢。所以如果您方没有办法完全论证说您方今天喜欢这个行业，您方最后背后的幸福感从哪里来的？我方今天倡导的就是按你喜不喜欢去放弃，而不是按成功率的高低去放弃。您方倡导，所以你要论证放弃不喜欢，论证不了您方的观点。打断一下，您方今天倡导不代表今天所有在命里无实去强求的人都是一种喜欢的态度。继续往下走，既然您方没有办法论证他必然是喜欢的，可是我方，您方也承认，我方今天即便命里无实莫强求，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今天本来我对建筑这个行业没有了解，可是呢，我做钢琴，本来我想做一名音乐家，发现我不合适，因此我选择跳到了建筑的行业去做，可不可能我会喜欢上这个行业？可能性很低，所以你都在举可能，可是跟今天成功率高低没有关系。打断一下，可能我方也倡导的举证在做喜欢的事情，但可能性高低没有关系。喜欢可能性很低的举证在哪里？不是，我方今天给你的举证就是，今天我们辩题探讨的不是要不要选择一个喜欢的事情，对，所以没有问题。可是您方今天所有的幸福感背后，是由于您方觉得完成自己喜欢的事，或者说在追逐自己喜欢事情的道路上，让您方觉得很幸福，这是您方的立场。那我给你解释，可是打断一下，我没有在问您方问题，没有命理无的这个问题，打断一下，你就不会算出这个询问。我方要背书，你要听吗？根据中国人民大社会院的研究，可以听我说完吗？可以听我问完吗？还是一句话，你方没有解决喜欢和想要为什么是一回事。再来，你方今天背后所谓的幸福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方同样有机会能够做到，并且换句话说，我方也有部分幸福感。个人层面的东西论述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走。你方其实今天很想论证群体层面，我方也想论证，问你方，今天奴隶制度存在了几百年，为什么只有在某一个节点它才开始向封建制度去转变？我方已经有了幸福感，而你方要论证你方能达到。我回答我的问题，在奴隶制度的转变中，是因为每一代都有人不切的去积累这样一个反抗，最后到一个临界点量变一质变，达到这个反抗。奴隶制度没问题，所以当奴隶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具备向封建社会转型的资格的时候，从客观条件、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判断，它是不是从客观条件上是一种命理有时，是顺势而为的行为，而并不是这种量变是命理无时的反抗所带来的。时间到。现在有反方三辩质询，正方四辩，时间同样为2分30秒，质询方可以任意时间打断，被质询方不得反问，但拥有5秒保护时间。有请反方，请双方注意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的反方可以开一下麦克风。可以听到吗？嗯，可以。可以。对方辩友您好，可以听到吗？啊，可以，能够听到。对，我先确认一下哈，您方一直在说我们可以换着从攻打城市到攻打农村。你可以说这个，你刚才举了个例子，说项羽啊，他不要直接打，他要这个渡过乌江卷土重来。然后你又说这个，在反抗社会的时候不要靠个人，而要靠群体，这通通都是方法问题吧？您没有放下吧？我觉得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是可以承认我们有可能达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明明是自己没有办法成功，却硬要说是因为兴趣使然的这种行为，硬要不承认自己改变的行为，可能才是一种懦夫的行为。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方认为换了一种方法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更合理的，能够实现我们人生成功的这样一种方法。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是体姐告诉您说您要学会放下，然后您告诉我说，我不放下，我换个方法。您觉得您论证辩题了吗？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执着于我们最开始执着的那个东西，我们放下了最初的执念，而去追求了我们人生更可以达成成功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大家已经听明白了，我在解释您方说的这个未必喜欢的这个问题。如果一件事儿我未必喜欢，然后呢，我发现成功率很低，您觉得那个时候我会特别的慨叹命运？哎呀，真是命里无时啊！还是说我换个喜欢的不就完了？您觉得他会发出这种慨叹吗？我觉得您方只是说啊，我兴趣是在这里为自己转移目标而找了一个借口而已，并没有实时的达到你最初的初心呢。我不知道我问的是不是还不清楚，我再清楚的问一遍。我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在他不喜欢的领域屡屡受挫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不是命里无时的感慨呢？还是说，哎，我换个喜欢的领域就好了？他为什么会发出题目中的感慨？那您方为什么要以这个例子来论证您方观点？难道您方不认为这是一个命里无时的情况吗？想要不一定等于喜欢，但是如果一件事情他屡屡受败，他会发出命里无时的感慨，那大概率他是非常想要喜欢这件事情，这是我方想论证的事情。您方说的第三件事情，说客观条件有了，您方如何判就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客观条件达到了，你如何判断这客观条件达到了呢？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那我想问的是，势单力薄的甘地，当时您觉得他是大概率成功？哦，我觉得您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具体这个情景。所以我一会儿说。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战术暂停环节。在本环节，正反双方辩手可以与己方辩手和教练进行讨论，讨论方式不限。
双方同时计时两分钟，现在计时开始。5月24号，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在故宫举行。我非常的感动，华语的辩坛，一个民间的组织，能够不弃不离的自始至终的把这个辩论会一直办到今天。这是一个新老辩手的聚会，打辩论要念书。我的幸福不是由外物定义的，是由我定义的。你就能看到很多那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人的本性和漫长的文化在你心中烙下的烙印。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给幸福的主观本性蒙上了看似客观的不同面纱。因为任何一个利弊的分享，当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可能利就变成弊，可能弊就变成利。可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自豪，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学习而感到自豪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通常会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把它更形象化，道理理解清楚了，我们就会变得深入浅出。未知有属于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恰恰就是我们不知道西格斯林的碰出来会变成怎么样，因为既有的框架限缩了我们的视野，只有撞过之后才知道。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民，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青年。如果你真的有席卷天下、包局以内、囊括四海之心，你就真的应该飞到足够远的远方。环节结束。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半场小结，时间为1分30秒，有请。好，谢谢主席。今天对面无非是两个层次，一个叫个人，一个是社会层面。我们先看个人层面好了。在社会层面，对方也承认，那我想要确实不一定等于喜欢，其实他方的口径叫做，那我想要得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在感叹为什么我得不到啊，这是不是能够体现出他其实本质上还是很喜欢的。我方觉得不能，为什么这部分感叹是觉得我喜欢而得不到，而不是说我真的很疲惫，这种强求下的状态，我真的在父母的压力下，我真的感到很疲惫，可是我不能退出，我害怕退出后受到外界的质疑。如果本质上在这种语境之下，倪方觉得他为什么能够论证到倪方所谓的喜欢呢？所以既然倪方喜欢没法证成，倪方最后背后的幸福感，我方觉得同样没有底层逻辑。再来，倪方今天个人层面的幸福感论证不成，可是根据我方数据举证的是，根据心理学教授的研究发现，急躁性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于某种东西很难求得，很难得不到，因此而引起的。而在命令无实的语境下继续强求，我方觉得更容易形成这种环境，更容易让人滋生一种急躁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对个人而言是具有危害性的。这是我方在个人层面跟倪方的比较。再来，倪方觉得在社会层面举了很多例子，无论是黑人奴隶的黑人运动，还是几百年前所谓制度一些变革，我方对此最好奇的是，如果这些制度本来就不好，为什么不可以在它诞生最初的时候就被倪方所谓的变革，就按照倪方的说法演化下去呢？因为我方觉得从客观条件上判断，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判断的是政治经济条件文化都满足的时候，它才具备变革的条件，而当它具备条件的时候，它真的是我们社会命理无实的东西吗？谢谢。感谢正方三辩的小结，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半场小结，时间同样为1分30秒，有请。反方三辩，谢谢。那我就按您的，怎么了？哦，没事，您继续。刚刚看您没有开。谢谢。哎，那我就按您的结构来跟您聊。您先说个人层面，您根本就没有听明白我们个人层面的比较。我们个人层面的比较不在于某一个具体的幸福感，比如说您方说了很多要换方式、换方法，这些我们都把它放到一边，我们不再跟您在这里纠结了。我方要问的核心问题在于，您所说的换赛道这件事情和说服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容易吗？我方要说的事情是在整个人生的意义旅途上，他会面对的一系列结构性的困境，包括你喜欢但是你不擅长，你擅长但是你不喜欢，包括你懂得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而这一系列才是这个辩题讨论背后深层的那个困境。而在这个困境的本质是在于，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追求人生意义的时候，它是小概率能完成的。
那面对这样一件事情，我方认为这个底层的基石我们是一定要做的，因为哪怕追求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再难，我们也一定要去做，这是我方在个人层面的比较。第二，您方说社会层面，你说哎，那为什么不等到天时地利人和再去做呢？可是各位，第一，如果确实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那样一个客观物质条件，但是人们主观上对命的那个感知是滞后于这个条件的，换言之，哪怕在当时已经满足了条件，命运的话语叙事会依然告诉你，这是你的命啊，你不要反抗啊，这是命运的话语叙事。而我方要说的事情是要秉持着对抗这种话语叙事的态度去反抗它，更何况您方的那个客观达到可能只是事后判断。接下来是大家最为期待也是最为激烈的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双方各有三分钟时间，正反双方交替发言，发言辩手闭麦则视为发言结束，并视作另一方计时开始。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发言，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直到己方时间用尽。由正方先发言，有请。好，谢谢。首先来感谢。首先来解释您，你讲。首先来解释前提问题啊，您方讲的是忍一时不算我的莫强求。那好，您方请您方把强求和命里无时对应起来。我问你，在一个政通人和就四处都没有问题的一个社会里面，革命的成功概率有多少？而在当时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革命的概率是命里有还是命里无？既然当时风雨的飘摇的概率本来，当时风雨飘摇的社会本来就很容易革命成功，那么在革命成功的判断下，它就是一个命里有。然而攻打城市这个行为本身才是命里无，所以说我在命里无时的情况下，从攻打城市换成攻打农村，同样实现我一个命里有，请问有什么问题？请问攻打农村成功概率高吗？两者成功。攻打农村成功概率高吗？不是攻打农村，是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这个在当时的判断，起码在毛泽东的判断下，成功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您的方法要和命里无时的概率对应起来。我再来解释那个意义的问题。请问你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要考研考博，家长告诉我你要买房买车，这件事情他们强求我做。请问你，我做到了有什么意义？所以你还是要去，你还是要去革命，所以你没有放下革命这个目标。我请教你，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情况，当时农民觉得，哎，我就应该相信命里无时莫强求，我也不知道他会压迫我多久。我问你，这种人他被压迫多久才应该去追求变革？这样，我先解释那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革命这件事情是一个命里有。您方讲，如果我的目标是革命，那我在命里有时情况下莫强求，我觉得您方在脱离题目。而什么是命里无？是我当时强行攻打城市，这个行为叫做命里无。我要判断我在攻打城市的时候还要不要强求。这是回您方社会结构性问题。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说要发动农民起义？您方强求的是，您方提倡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比如说曼德拉、甘地这种行为。我方觉得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结构，如果是一个真的风雨飘摇的社会，我才会提倡农民去起义，才会提倡去个人英雄主义。而在现在一个政通人和、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结构下，您方是否还要提倡个人去用个人英雄主义来打破社会桎梏？为什么我方是个人英雄主义啊？我怎么就没听明白呢？我们想要追求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联系大家一起干吗？我您方除了敢质疑我方手段的问题，您敢不敢告诉大家不做？接下来聊好不是我做您方觉得，您方觉得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没听明白您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您方今天第一个论点个人层面强调，因为个人意义的实现最后导致您方后续的利好。我方今天在问的是，您方觉得每个人的意义是不是不同的？意义不同，但是你要对抗寻找自己的意义，这是件困难的事情。所以您方不做困难的事情，好奇您方怎么寻找意义。我继续问你社会层面的问题啊，你方一面说革命是命里有，我问你啊，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谁敢说革命成功是命里注定一定成功的事情？困难等不等于它一定是命里有无时的东西？你方没有去论证，本质上概率低和困难其实是不矛盾的事情。还是那个问题，既然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可是目前我们的社会对于大家的期待是什么？是趋同的，大家都觉得今天你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今天你要去上研究生，上其他的学校，去走其他的路。本质上，当社会对个人的想法是趋同，个人的每个人意义又不同的时候，你方觉得这种存在是不是很矛盾的呢？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指出来，您方真的循环论证了。什么叫命里有？是你革命成功了叫命里有。什么叫命里无？你革命失败叫命里无。您方这么判断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在甘地，在当时的甘地看起来，印度要革命就是很难成功的事情。按您方的逻辑，甘地不要革命，印度怎么独立？不是，革命的问题正面回给您方。本质上，我方觉得一个社会大的变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客观因素的满足才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你方质疑无非是个人如何能够察觉到这些要素的存在。可是我方觉得，为什么个人察觉不到？当这些要素存在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感知？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为什么会感知不到？同样是你方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个人层面？你方既然觉得每个人个人意义不一样，可是社会对大家的期待反而是相同的，你方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本质存在矛盾呢？我来做一下总结，所以到现在为止，您方丝毫不否认，面对这样强权阶级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反抗。您方只是提出了一些方式方法的问题，和一个表面上看上去说，哎，他成功了不就是命里有吗？这样的一个倒置的判断问题。可是您后面又说了一些事情，不好意思哈，让我继续啊。所以您方说的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您说，哎，那为什么个人就意识不到呢？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哪怕当客观的物质基础达到之后，在主观的话语叙事里，它是有一套滞后性的，在那一套话语叙事里依然会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命。女孩子三从四德是你的命，黑人做奴隶是你的命。哪怕客观基础到了，依然会存在这个，我们对抗的就是这个。而且更在现在的社会，不应该靠个体的反抗，而要从社会层面、社会结构上去解决，宏观解决。谢谢。林芳告诉我的东西叫做我们要群体一起反抗，但第一个站起来反抗的人是谁？如果他不认命，如果他跑去认命了，怎么会有第一个站起来反抗的人？林芳刚刚跟我说张桂梅的例子，正是因为有张桂梅这个弱，就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愿意站起来反抗，才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去鼓励好、做好农村教育。所以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站起来反抗，林芳的天时地利人和前提条件怎么成立？社会层面我讲得很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层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里可能比较难理解。我方今天讲的不是一两个具体决策该怎么做，我们在讲的是这一两个具体决策背后所昭示出、所指向的人生终极命运之思，那就是在于我们人到底能不能追求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我方要论证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之难，概率极低。可是对于每一个存在于世上的我，这个终极的意义之思，我们必须扛起来，因为这样才使得一切有意义。好，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我们的自由辩论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到本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总结陈词。首先有请反方四辩进行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有请。请问主席可以听到吗？嗯，可以。好，谢谢。我们先来看一下定义的问题。对方本的定义上今天犯了两大谬误。第一大谬误，他方错误的把强就等同于急躁。各位，今天您方一辩都口声说欲速则不达。可是我想问问各位啊，如果说我一个人我要强求，最后我反而选择了一个不达的手段，那我是在求还是不在求呢？所以今天因为我在求，我自然会选择那个最好的求的方式。您方不要讲欲速则不达，那今天您方反而不求反而更求，我方求反而不求，这是不是稍显荒谬呢？您方第二个判断是您方错误的理解了什么叫做命里无时。您方今天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问题就是哪怕今天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社会革命的成功依然是一件经过多次努力依旧希望渺茫的事情。四渡赤水出奇兵，红军长征被称为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行军，我想问问各位，这称不称得上多次努力却希望渺茫？对方面对这样的困难还敢称作它叫命里有时而不是命里无时吗？所以我们看到对方的这个攻防是不成立的。那自然回到社会层面上，您方唯一的挑战就要做说叫天时地利人和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方如同客观的机理上告诉你，有天时地利人和革命依然会屡战屡败，还是从主观的告诉你说有天时地利人和人的思想观念依然会认为这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情，都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去革命也必须保持着命里无时要强求的态度。社会没有像您方想那么好，今天我等着外界的环境到了，我不痛不痒的就能达到一个环境，没有。哪怕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无数次所谓成功的革命，有历史基础革命，也是在前人的鲜血和一次次失败之上累加而成的。
所以说不代表有天时地利人和就可以简单的成功。在社会层面的比较我方已经完成，接下来看到个人层面的比较，倪方今天很奇怪，倪方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叫做说我被别人逼着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我方就很好奇，今天如果说今天只是你被别人逼着去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会问出命里无时要强求？就拿倪方说律师那个例子，我坦白讲，倪方说你爸妈逼你做的，我方说那你喜欢钱呗，那你又说我不是喜欢钱，那说实话也是你非常看重你父母的期待嘛，那不然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方不理解。所以总有一件事情记在这里。那回到我方所说的地方，倪方对我方所说的喜爱的语境，通篇的攻击唯一叫不只有喜爱的语境。那回过头来看看倪方提倡的人生态度，倪方提倡什么叫打破枷锁，遵循所做的事情。我们先且不说打破枷锁是谁的立场啊，内卷是社会告诉我们的吧，资本家告诉你什么，内卷是你的命啊，你命里没有的是不内卷，有的只有内卷，那不是倪方命里无时莫强求才有这样的态度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方想告诉大家什么，是打破枷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强求。为什么？因为人除了外在的成功率的困境，还有一重恒长的命里无的困境，这个困境叫意义感的困境。为什么？因为第一件事情，世间有好和好的比较，我们总是看着一个想要另一个，想要安贫乐道羡慕别人富贵，想要功名利禄羡慕别人清闲，想要崇高羡慕别人自在，想要超脱羡慕别人受欢迎。另一重我们总是要受到我方三遍所说的我们自身局限性的比较，喜欢和擅长，擅长和喜欢，事情总是不如意的，我们能不能从一个残缺而多元的世界中追寻到自己的价值？而这是永恒的命题，是困难的。而我方倡导的是，面对这样如此难回答的问题，你的选择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你是恒常的无意义感，一直勇敢的照顾下去。感谢反方四辩的精彩总结，下面有请正方四辩，时间同样为3分30秒，有请。好，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对方辩友跟我们说我们面对一个很难成功的事情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感叹呢？叫命里无时的感叹。当我们发出这种慨叹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明了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是在意的，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会发出命里用一个如此高的词汇去形容它呢？那既然你在意，那我对方同学给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我只要换个目标就行了，我换个兴趣，我感兴趣的事情就更好。您方根本就不肯承认说我可能在有的时候并不能够保持一致的成功，而是说只是我不感兴趣了，我根本都不勇于承认我可能达不到我的目标。然后您方又跟我们说面对我命里真正要求的事情怎么办？反抗呀，对呀，打他呀，打破社会的枷锁去抵抗整个社会的偏见。非常好，您方有这样的勇气固然值得赞赏，但是我想问你一下，既然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命里无时的事情，我们完成它的成功的概率非常低的情况下，您凭什么认为你有这种决心了，我信我继续努力就一定成功，成功下一次凭什么就可以达成了呢？在这种坚强的执着中，我们陷入了一次一次努力的循环，又一次一次的被失败所冲昏了头脑。现在对方辩友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吹着我们向前，为了命里的这样的一个念想去努力的拼搏，他把我们塑造成了像钢铁一般的人物，我们从来不用考虑生存的危机，从来都有花不完的时间与精力，从来不会因为失败而感到气馁，感到伤心。在这个情况下，甚至让我去对抗整个社会的偏见，去什么女性去打破身上的枷锁，去打破资本家给我们的枷锁。我想问一下对方辩友了，您是否要考虑到在这个社会中的很多人，他们是有养家糊口的压力的，在旧时代被迫害的那些女性中，当他们想要去反抗整一个社会的偏见，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反抗神权的那样的一个斗争中，在这场斗争中死亡了多少的人，您方看不看？您方不在乎。我们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只要能达到这个高尚的目标，所以千万人往矣，非常好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鼓吹，我们希望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英雄出现，能够有一个天降猛男来为我们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啊，面对这种渺茫的希望，哪怕有1/1000的成功的概率，只要有无数的分母能有一个父子成功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们又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歌颂这种人伟大的这样的
一种情怀，他的这种成功，歌颂他坚毅的品质，我们歌颂他为命运毫不屈服。但是当我们如果真的是那个要突破世俗偏见的那个人本身呢，那与命运抗衡的背后，可能是我生活中的鸡飞狗跳，甚至付出生命，是我曾经对理想有过动摇，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是我无数次的辗转反侧，求而不得，甚至我不敢承认我做不好这件事情，我只敢说啊，我不喜欢，我想换一个目标。那我们为英雄献上这些褒奖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些英雄的付出，为他们的切肤之痛去贡献出哪怕一点的共情。我们把他们翻译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人，去享受他们推进的社会进步或者是精神价值。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构建出现代人类文明高塔的是这个社会中英雄们残破而痛苦的血肉之躯。谢谢大家。感谢正方四辩。感谢双方辩手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比赛。本场比赛的正式环节到此告一段落，请评委老师打分，请线上的工作人员收齐评分表，请线上观众与辩手们稍作休息，稍事将由评委带来精彩点评，点评结束后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具体赛果。5月24号，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在故宫举行。我非常的感动，华语的辩坛，一个理工尖的组织，能够不弃不离的，自始至终的把这个辩论会一直办到今天。这是一个新老辩手的聚会。打辩论要念书，我的幸福不是由外物定义的，是由我定义的。你就能看到很多那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人的本性和漫长的文化在你心中烙下的烙印。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给幸福的主观本性蒙上了看似客观的不同面纱。因为任何一个利弊的分享，当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可能利就变成弊，可能弊就变成利。可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自豪，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学习而感到自豪的事情，这个时候这个人通常会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把它更形象化，道理理解清楚了，我们就会变得深入浅出。未知有属于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恰恰就是我们不知道西格斯林的碰出来会变成怎么样，因为既有的框架限缩了我们的视野，只有撞过之后才知道。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民，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青年。如果你真的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心，你就真的应该去到足够远的远方。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比赛频道。下面有请赖长生老师为本场比赛做点评，有请。Hello， 大家好，可以听见吗？嗯，可以的。老师您继续。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场上的八位辩手给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比赛啊。然后这场比赛我。先简单交代一下我对这场比赛的一些认知哈，就是这场比赛双方辩手开出来的论的框架，我觉得都还蛮巧合，就都蛮工整的，基本上都是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来进行比较。正方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个人层次上，那如果你更加的，要有这种强求的心态的话，它会容易导致你急躁，然后导致你焦虑，然后举了一个咱们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这么一个例子啊。那当然这个例子后续反方会有对他到底是不是算是正方的例子这件事情进行一些攻防。正方在社会层面上的第二个点讲说，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不强求的心态，那你更能够实现个体的解放。这里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正方在第二点里头似乎更多预设的是他们所讨论的这种你要强求的对象
仿佛都是社会规训你的结果，是社会强加你，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是你，哎，需要的，但是它可能未必是你真正喜欢的啊。比方说，正方会举到说，那像高考啊、考研啊，包括说内卷啊这些，可能本身并不是你很想要的，只是这个社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好啊，然后你有这样一个内心的执念。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当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会感觉，正方要怎么处理这个前提呢？他是要怎么样去向大家论证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你所追求、你想要强求的这个对象？他一定会进入到正方第二个点里头所讨论的这个前提，就是他是外部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主动追求的。而这个困惑其实也在反方接下来的交锋里头有呈现出来啊。正反双方，我认为第一个在这场比赛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就是在讨论你所追求的这个，你想要强求的这个对象，它到底是你自发热爱的东西，还是外部规训给你的东西。反方当然是认为说，那大概率啊，你会要想要强求，并且当你求而不得之后，居然还会慨叹啊，命里无时莫强求或者怎么样，你会发出这种慨叹，那它大概率是你自，这是反方去抢正方这么一个语境的这么一种方法。那正方接下来是怎么解释说，他们主要想要讨论这种啊外部给你洗脑，让你觉得你很需要他的这些强求之物呢？正方我认为在这一部分做的这个抢的工作，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反方那么的成熟啊。就是正方更多做的是这部分，你说有没有吧？是不是有可能有人就给你洗脑，然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这部分你要不要讨论？我其实个人会认为，正反双方在这个点上的纠缠稍微来说，因为确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要保持这一个往比赛更快进入到深入更加精彩的这么一个考量的话，人在面对自己强求之物的时候，你的强求之物这种强求的来源，当然有可能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你自发的喜爱，但恐怕也确实会有正方所讲的有可能是外部规训给你的结果，甚至这两种成分你有时候很难根本的给它区别开来。你自己自发的热爱，它纯粹就是你自发的嘛，对吧？就是我会认为正反双方在这个点上纠缠的这么久的攻防，可能稍微有点拖沓了这场比赛的节奏。但总体而言，我会认为反方他有对这件事情做一点解释，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真的不爱的话，那大概率你会慨叹。当然正方也有往下进行回应啊，正方说，那你疲惫的时候你也可以慨叹，你不一定非得是你真的很热爱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累了，累了之后然后叹一句说，哎，果然我命里不适合啊，命里果然没了。那正方这个解释，这个是不是符合我对人生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说这句话的认知呢？我觉得也符合。所以在这个攻防上，我最后的认知会是，确实会有自发热爱的强求，也有外部规训的强求，而这个问题对于这场比赛的讨论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我会更多的是看正反双方怎么样去进入到你们自己立论里头内部对于个人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比较。那反方也是讲这个个人和社会，反方在个人层面上他讲了一个很宏大的东西，他说人生当中大部分人往往命里无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人生意义。这是这也是一个蛮，这在我听起来蛮令我蛮有兴趣的一个论点哈。就是首先我会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追求人生意义，他追求到人生意义是小概率事件，人生意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命里无之物。很多人会说，有的人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对吧？啊，当然一开始这个是讲圣人，讲孔子，但是好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也爱用这种话来自我认知。所以真的是如反方所说，大部分人都追求不到人生意义嘛？就这个论证是怎么来的？我其实是很好奇反方接下来怎么补上的。但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发生，正方好像接下来也没有太多的去追问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在一辈子里头是追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当然反方有做一些情境上的刻画，他会说人的内心是复杂的，人是纠结的，人总是既想要这又想要那，人很难寻得自己内心的平衡，或者人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的依托。但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如果站在正方的视角下对这个问题进行化解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大部分人啊？当然我是学哲学的，大部分人在面对到比方说人生意义这种所谓的人生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对于人生意义这个概念看得有些太重，对他有一些强求的执念，
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得是非常神圣的，绝对是非常的需要被赋予某种光晕的，它一定得是承载着非常大的重量，它才能够称之你的人生的意义，甚至于说人生意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对吧？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呢？是你人生的目标吗？那如果你说这是你人生的目标，那万一你提早实现了这个目标，那怎么办呢？对吧？很尴尬。那如果你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你必须要为之而付出一生努力的那样一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反而导致说你的人生变成了这个所谓人生意义的一个工具，而它反而变成了有目的性的那个东西？所以这可能是反而大部分人对于人生意义这件事情有太过的执念和强求，而当你更多的意识到这个概念本身的含混，以及它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根本也没有那么的深刻啊。那可能反而是能起到正方所说的放下啊，当然这就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我自己的一点，听到反方辩友讲这么多很精彩的东西，我的自己一点想法，正方也没有去太多的去挑战反方说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它一定是小概率事件，然后接下来反方就说，那既然它是小概率事件，但你说人生一辈子要不要追求自己的意义呢？你当然要追求，对吧？这仿佛是一件听上去不太需要证明的事情，而正方在这一点上，他做的更多的抗辩是说，那或这个点上，我会认为双方会进入到一些蛮微妙的一些例子的争夺哈。比方说，正方会提到他所讲的这种革命策略的变换，反方就会抱怨说，你这个真的叫放下吗？你这个真的是换了赛道吗？你这不就是调整方法？那这里头又会出现一个在我看来蛮微妙的一件事情。当反方说正方你要认真的去放下的时候，正方的意思比较像是说我放下的是那些小目标，我放下的是那些小执念。那这些小执念有没有放下？我认为正方是有证明能放下的。那当然，我同样也会同情反方所说的，那你纯粹只讨论这么小的小目标啊，要不要今天就革命成功，或者说你今天要不要打下这个城市，这样子的小目标的放下与不放下，好像讨论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意思。所以反方会更希望正方去跟我们聊，那你到底要不要放下你人生当中那些更大的追求？所以在这件事情的问题上，反方接下来攻击正方的方法是，双方开始进行一些心理学上论据的对撞啊。那这点我也是我最近凭一些比赛，就是我的一个经常会见到的情况，就是辩手好像蛮喜欢用所谓的心理学的理论或者心理学的学理来论证自己的观念，但是我会对大家的一个期待是，当大家真的想要认真的用心理学理论或者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数据，或者辩手口中所谓的学理来作为自己的证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举证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加的严谨、充分和认真，而不会更多的停留在有心理学教授研究告诉我们怎么样然后某某叫保罗的心理学家告诉我说，人生的意义来自于自己的目标，就是你把他的这个结论直接告诉我们，那他背后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提升你这个说法的置信度呢？就是你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学理，它背后的实验是怎么做的？它是怎么样总结出来这个结论的？我们当然也知道，大部分的心理学研究，它不可能给出一个那么宏观的结论，它往往是针对某一些比较具有局限性的被试来做一些比较具有局限性的实验，然后得出一些比较具有局限性的结论。而当正反双方越来越多的在场上抛出这些非常宏大的，几乎等于就是说啊，我方有一个学者证明我方观点是对的，你怎么看？类似这样子非常宏大的结论的时候，我反而会对双方所给出来的这些论据的接受程度，我会自己心里头会打一个折扣，我会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来方便我去认知你这个证据它本身的有效性啊。那接下来反方所做的另外一部分的攻击是在攻击正方说，你无非告诉我说放下了你就可以释然，但是放下真的那么容易吗？反方一直在问正方，你说要换赛道和说服自己放下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到吗？我觉得确实反方有问到了，反方有能够有这你说这个是不是难？确实是难，但是再往下一步呢？我会很期待反方再往下告诉我，就他放不下，然后呢？
正方如果确实放不下，那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反双方的论证来说，它到底达至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因为似乎就难或不难这个维度来看，反方它本身似乎就是在迎难而上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反方接下来再去解释追求人生意义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转折。他说，正方你说要换赛道，要说服自己放下自己原本追求和喜爱的那个东西，我方认为非常不容易啊，实在是很难。然后因为很难，所以如果你强行逼自己放下，你会很纠结。这我认为大概是反方想讲的这个所谓的弊害吧，就是你强行说服自己放下，它会让你很纠结。但反方接下来话锋一转说，然后虽然我们认为追求人生意义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它确实很难，但是再难也得去做。那这里头就是又是会让我感觉很暧昧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那这里头如果迎难而上，它必然会导致某种纠结和难以自我说服的话，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会在反方这边同样发生？以及我其实更大的一个困惑，既是对反方的，也是对正方，就是为什么追求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在这场比赛里头居然会蛮单纯的，更多被画在了反方的利好里头。反方认为我们的对抗，我们的强求，这个强就是要对抗命运，所以我们是要去追求人生意义。可是我明明感觉在正方你们自己的论证的资源里头，你们似乎也想要讲你们所谓的这种放下，同样也是追求人生意义的另一条法。那为什么这个利益它会独属于反方？当你发现自己原本强求的那个东西，它可能确实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归属感和认同感，它确实反而让你自己更加纠结的时候，那你转而去寻找一个可能或许更加适合你自己的。让你能够踏入舒适，我们用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听起来不那么好听的，找到自己舒适区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不是追寻人生意义的另外的一种尝试？这也是我对这场比赛的双方的有一些攻防会比较困惑的地方，但是这也纯粹只是我自己的困惑，这不是场上实际正方发生的对于反方的攻击，所以在这一点上，当反方最后说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追求人生意义，它虽然概率很小。然后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然后你如果强行说服自己放下，你还可能做不到。那可能在这里头，我会认为反方这一部分的叙事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完整一些。而在社会的层次，这是对于个人的这个战场我的一些认知，在社会层次的这个战场上，双方也其实都想要讲一些蛮类似的例子啊，比方说怎么样去实现社会变革，来去打破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双方也都在讲996。然后出现了蛮有意思的这道题里头，应该经常会，大家会能够预期会看到的这种相互，似乎有一点互相包的这种感觉啊，就996它到底啊，我们对它怎样的心态，到底是正方的心态还是反方的心态啊？那在这个在社会的这个维度上，我认为这里头出现了两种史观的冲撞，或者说两种史观可能不是那么的确切，我认为它更多的出现了两种视角的冲撞。正方在面对反方所说的，那你看社会结构性问题，你要突破它很难，那你到底要不要去突破？正方给出来的回答是说，它有点像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正方会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地利人和一到，那墙倒自然众人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墙倒众人推。当它像一个高压锅一样，马上要炸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寻求社会的变革。在风雨飘摇时期寻求社会的变革，它本就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它不能算作命里无时。正方用这种方式来去切割反方的这一层的攻防，那反方接下来的回应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反方接下来他切换了一个视角，正方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相对而言可能视角比较高或者比较抽象的一个类上帝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能够静观时事啊，你能够审时度势，发现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凑齐了，那这个时候你去做，墙倒众人推，你推一把，哎，一来既容易，二来它又能够实现社会的变革啊，这两全其美啊。那反方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我会认为更加细腻一点的视角，反方站在了这个历史的洪流里头那些。作为螺丝钉也好，或者作为某一些水花也好，参与进来的个人的视角，反方会在问：那是了，哪怕确实墙倒众人推，那历史洪流里头那些
刚开始参与到这个推墙动作的那些人，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到底是正方所谓的这种我们静观其变，等到时机成熟再立马行动的这种心态，还是反方所谓的我们要救了，哪怕现在希望渺茫，我们也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也要去敢于去强求，到底是哪一种心态？那我认为这是反方用更加个体化的视角这件事情来对正方给出来的这么一个历史决定论式的反驳进行了一个反诘。那整体下来，就是我对这场比赛个人和社会这两个维度战场的一些判断。那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我会认为，当然正反双方都是很水平，我认为非常高的辩手。然后我认为你们选择这样子的立论的方式，恐怕也是有其背后的战术考量的啊。或许这样打更容易取胜吧。但我对这场比赛听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是，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反而会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更贴近我们个人主观视角的一个判断，它不是像正反双方今天愿意去讨论的那么宏大的一个宏大事实，它反而可能会有更多的私人事实。在我们每一个听众个人的生命体验里头，当我们遇到这种求而不得的境况，遇到这种非常贴近我们个人生活，可能甚至它并没有上升到那种啊要打破社会就是固化，或者说要996的问题要解决，甚至社会革命，它好像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我们一开始去面对所谓的生命当中的求而不得的时候，可能我们直觉上的认知不会上升到正反双方今天讲的这么高的社会层次。那面对那些更加贴近我们个人生活、贴近我们个人私人经验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正反双方在这场比赛里头讨论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哪怕双方再去讨论所谓个人层面的个人意义的时候，也更多讲的是在这个维度里头比较宏观、比较宏大的所谓的人生意义的追寻，这样一些相对而言更加抽象的话题。而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整体的操作结果来看，我认为可能反而是对正方不利的，也就是说这种个人的隐微视角的缺失反而可能对于正方来说是更加吃亏一些的。因为当反方把这些宏大叙事的架子给你搭建起来，然后告诉你说我们的态势就是要反抗命运，我们就是要反抗这些社会当中大家认为非常需要去破坏的这么一些不公，那你要不要去突破呢？哪怕它难，难道就不突破了吗？这当然是我认为是会能够贴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朴素正义的常识。但这反而当正反双方更多的去聊这种宏大而正确的，甚至正确到我们大家可能都不会太纠结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我认为这场比赛可能缺失了一些它更能够给我们每一个听众个人适应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当我们去讨论一些可能更加私人的一些更加个体化的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比方说人生当中你追求不到一个爱，那你说求而不得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告诉你这确实是命里无时呢？比方说人家三番五次非常明确的拒绝了，那你这个时候到底是要强求还是要不强求？我认为如果去更多的讨论一些可能更加贴近大家个人生活经验的例子，或许正方能够在这场比赛里头找到更多更符合你们一开始在立论时候你们自己不是会拍摄出来一个你们希望讨论的论语吗？即那些太过坚定的人我们不用讨论，那些太过软弱的人我们也不用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在这种人生困局当中挣扎着一个个个体，那些纠结个体，而这些个体的经验如果能够在今后的精英赛场上能够被更多的讨论，并且这种讨论能够更多的发展出一种赢比赛的价值，而不是更多的去希望就无论碰到什么题我们都是谈那些宏大而正确的东西，我认为这可能会是对于听众来说更受益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我对这场比赛大致的看法，也谢谢双方辩手。感谢老师的精彩点评。本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无论谁胜谁负，请让我们向双方辩手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他是来自反方的三辩，恭喜你。下面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
正方比反方的票数比为0:5，获胜方是反方北京大学，祝贺你们。我宣布第十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高校组小组赛 C 组第六场比赛正式结束。本届赛事由新华报业、新华报业集团、中共建业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建业区委员会、君和青年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交汇点南京君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华语辩论网协办。感谢各位观众的聆听，我们下一场比赛将在2月6号开始，更多详细消息可以查看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